正式开始了，是要颁发的第一个奖项呢，跟我们 Yes 933最新龙虎榜有关系。嗨，在过去的12个月呢，在合格期里头呢 ，Yes 933最新龙虎榜上面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。不单单是榜上风光奖出现了2名得奖歌手之外，当然十大金曲也因为积分相同，所以呢，总共有11首歌得奖。现在马上要颁发的呢，就是 Yes 933最新龙虎榜榜上风光奖。这两位得奖人真的是很厉害哦，歌曲在榜上呢，不管是停榜的次数，还是榜上的排名，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。成绩如何？马上来看一看。Yes 933最新龙虎榜榜上风光奖，林宥嘉 ，Fly My Way， 想自由，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，晚安，自然醒。孙燕姿，世说新语，当冬夜渐暖，愚人的国度，明天的记忆，空口言。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得奖歌手上台，欢迎林宥嘉。恭喜 Yoga！ 恭喜在合格期内拥有最多首单曲登上最新龙虎榜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，谢谢。谢谢 Yes 933还有我的公司，华研。然后这个奖呢，就是会就代表就是我的歌在新加坡是有一些朋友喜欢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因为我希望可以多一点来新加坡，然后希望可以来这边开演唱会，就是希望你们有机会可以来听，谢谢。恭喜 Yoga。是的，下来的这一位呢，他已经4年没来金曲奖了，没有想到隔了4年之后再来，我们是第一个跟他握手的，欢迎孙燕姿。嗨，好开心哦。嗨，其实很开心可以跟林宥嘉得奖，因为我很喜欢他的东西。这个风光奖，我觉得应该是要感谢歌迷，因为歌迷的关系，我才有机会就是让我的歌曲在那个榜上，就是一直残留，一直残留。所以谢谢歌迷，也谢谢美妙音乐，谢谢。